今天要去看樱花，看二月就开的樱花。这个樱花是二月开到三月初的，啊，今天刚好赶上，应该是有六成以上吧。但是还没有开得很完全。这边叫做樱花菜市场，很多人，真的很多人。叶子可以吃吗？不是，可以吗？没有馅呢。有啊，馅也是红色的。嗯。叶子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很好吃哎，有一个草味。列车上面，它标榜就是这样子，大直可以看很远，这样左边看山，右边。我们在日本羽田机的贵宾室 Sky Lounge 用 JCB 卡就可以免费来这边休息，你只要看 JCB 卡，过卡都不用，可以在休息室休息。对，但就是喝饮料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然后可以休息这样，你可以自己带东西进来吃，然后就可以休息睡觉，因为我们的飞机是5:30。